关键朝天门江北十字口大佛门李米线花石湾闸梁山街豆儿饭泉水街从不吐的佛再到底吐的麦如果不是为了好事我来都不得来我不是挑刺也不是说百姓不好只是相比之下觉得还是五度最屌那里炸酱面很甜感觉始终差点脸那里人都很有钱路上到处是开烟天气不太好天也黑得比较早处处车水按条表出门基本都堵到滴滴麻辣烫没得了你那他有锤子房搞锤子那里的鲫鱼很多一样有很多家道每天吃烧菜成为最大问题我是真的真的不想吃黄焖鸡没得重庆味的生活很不安逸需要一点红肠火锅来当我的兴奋剂我爱我的重庆有火锅烧烤贵宾我爱我的重庆有爹地妈咪大理我爱我的重庆有火锅烧烤贵宾我爱我的重庆有爹地妈咪大理飞机它要飞一千步距离很远还好天上不得堵日子到几度到底那天才恢复钱想报到时必须学到先吃苦送面哎呀哎呀啷个啷个可能不想家发言发言还有我的我的想想话为了生活为了未来我要变的家放下网和刷把那机会抓不买也不怕自己嘴巴傻责任必须大能能